嗯嗯，讲挺好，接着讲，真好讲的。嗯，妈妈，这是勺子骨头。对了，你给小丽丽讲。嗯。小朋友们，你记住了，这是骨头，或者你瞎画的小人会有骨头。小宝宝不会有骨头的，你记住啊。对了，小宝宝也有骨头，知道吗？嗯。只不过小宝宝骨头特别软。你说小丽丽，听着，专心点。记着，专心点。哎呦！然后扶他坐起来，你把书往他那儿放点，要是看不见，他以为你没给他讲故事呢。对了。玩上了又，不讲啦。小丽，抽俩给我。这个乱乱巴巴的声。那你好好讲，给他讲。嗯，有什么好玩的哇？你就听我讲故事。我讲故事。哎哎哎！给小丽丽揉揉，不许这么对小丽丽，快！对不起，小丽丽。哎，这就对，亲她一下。嗯。亲她一下，快点！哎呦！亲她一下，快亲她一下。哎，那是我的脚。讲的，哎呦，嘿嘿嘿嘿嘿，呵，这是四鬼家。嗯。小朋友们，你记住了。嗯。记住了，妈妈，你知道？嗯。那个，你吃冰淇淋，然后冰淇淋这里小船上，就是骨头，然后就会掉出来的啦。对了，这是小朋友吃冰淇淋，从嘴里进去，然后就到哪儿了？就到这。对，这是胃。嗯。通过食管，有个小管子。然后呢，咕咚就到了胃里面了，就是胃它消化，咕啾咕啾咕啾，把东西消化成液体，身体就好吸收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对了，答得不错啊。怎么样才不生病呢？一。嗯，太少了，太腻了。对了，要注意卫生，是不是？